我操，学 E 的，还好，这无所谓。怎么不丢 Q 呀、啊？行吗？我准备好了。学的是 Q。呀！来，敢 E 过来吗？打死你！来，再挨我一下，来，敢对 A 吗？来，哼，小样，真的，来过来，给我升四级，稳一点把他越了。给我拉走，一 v 啊，单杀，来嘛，卡莉，来。发，哎，我这个闪现有点犹豫，主要是很烦，真是犹豫了。哎，本来 EVR 很漂亮的，真的，你应该闪现拉开，我要等他过来，我直接一个 AQ 把他收了。行行，嗯，双杀绝对帅啊！这个就不推了，混元药水我看能用多久，用久了久买一下也行。遇见稍微是能加点血，来，你受得了吗？这你受得了吗？卡莉，他没闪没 W。觉得有点硬，真的。去买这个吧，不会死吧？哎呦，那枪，这历历无趣杯的公爵啊，这没错，报应就是这么重。啊，那枪怎么被打死了？我准备好了，谢谢莉莉舞老板的这么多情书，谢谢老板大气，感谢老板的300个情书，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拿到 nice， 我就找对面打野去。这都是几下把我打残了，怎么说？死不掉，死不掉，求你了，拜托！
Nice. The enemy has been slain. 这高卡利他什么都不做，他要直接裸个巫妖出来，我觉得这样不好，想爆杀我。 鱼人砍了 QW 的伤害 ，Q 砍了5点 ，W 砍了15点 ，W 砍了10点，就是撑挡。你就理解为，就是如果你有100法强，你有100法强，会少你的 QW 少15点伤害，500就少75点，1000点就少150点，稍微小砍一下还好。21了，哎，恭喜恭喜！ 带走，公平，对面砍你前面也抓我了，说实话，公平，我也被抓了。怎么出现一个红的东西啊？这里卡界面了。 到两层肚子，点信号了，得走，这个回对线我们去不了。 在线上待着吧。放啥呀？ 过来吗？来，吃不了。 幸运女神不会一直站在我这边吗？这个E没踩中他，下路咋穿了呀？下路。 满血了呀！他这波 gank，他上把杀五他手里也没多少血啊。坏！妈的！
不要补伤害，我得补伤害，他 AQ 我触发心石了。完美的执行。我也无忧，没无忧玩不了了。两百，我准备好了。先下去吧。吃这个肚子，吃不到了，能吃能吃。爽，打不了能打不了。现在少了凯旋的20块，变穷了。沙漏很关键，沙漏好起来了。这个恩图有个沙漏能去卖下播。48CD 是够的。幼稚，哥们儿，幼稚，这不知道自己在跟谁作对，卡莎，又叫闪又叫大。300法强还行，嗯，法强。Rampage.
巫妖推塔还是可以的，小快。你们说纳斯推塔快还是巫妖推塔快？没有做过这个实践，但可能鱼人是买不了纳斯吧。好，还敢露头？秒！操！想到里面，别被阿卡丽给干了，反正是这个意思吧。这边打野人呢？我有这么多线。上路的线来也来中路了，大棒！这版本感觉和这个前不合适，说啥人说大棒更合理一点，没问题的。这个玩意加不了多少 CD， 吃了感觉就得加几点，不超过三四点。你吃十几个加下去，拿下。随意。